大家好啊！歡迎嚟到資金流事務所咁有個 Casa 彭偉新嘅。咁啊，今日係3月10號星期五嘅。咁而家個時間嚟講係10點18分啦。咁啊，今朝做港股個走勢咧，就真係做得唔好啦。咁啊，先低開啊300幾點後咧，個跌幅啊一路咁樣擴大。咁啊，而家嚟講咧，跌嘅幅度咧更加去到咧係500點。咁啊，點解跌咁多咧？最主要都係因為咧，就美國嗰邊嚟講，就整體個走勢咧，進一步係轉差嘅。咁啊，之前嚟講咧，大家就會擔心咧，就話美國聯儲局嘅加息咧係會係進一步咧係進取，咁啊，令到咧個息率咧好快咧，咁啊進一步咁上升，咁甚至啊有一啲嘅分析指咧就話，今次嗰個嘅息口咧係好快應該會升到上去6厘嘅水平樓上㗎啦。咁啊，但係咧，就呢一個嘅因素咧，就並非係琴日咧就一個主要咧係令到美股咧係急跌嘅一個原因嘅。咁啊，事關咧亦都睇翻咧，就係呢個嘅聯儲局嘅主席咁啊，鮑威爾咁啊，即係都指出就係話，而家嚟講係咪真係要加半釐咧，都仲係言之過早，係未有決定嘅。不過即係對於個市場嚟講咧，暫時呢個嘅影響啊，即係唔算係太正面啦。咁而且亦都見到咧，琴日嚟講咧，咁就有一間嘅美國嘅銀行咧，咁就因為咧係需要咧就係籌措資金，咁啊即係喺個市場上高集資咧，咁啊令到咧個市場咧係好擔心啲即係金融類股份咧，會唔會因為嗰個嘅即係經濟下滑啦，又甚至係話佢哋資金不足咧，都要市場喺個市場上高咧係進行一個嘅即係伸手嘅動作嘅，咁啊都令到咧琴日嚟講咧一眾嘅即係美國嘅銀行股咧都跌得比較緊要嘅，咁啊縱使一啲比較大嘅品牌啦，譬如好似係花旗啊、J.P. Morgan 啊呢啲嚟講咧都係跌嘅，咁有部分甚至係跌4% 咁多咧，咁都令到咧就美股嗰邊嚟講咧係進一步係轉弱嘅。咁啊，睇翻咧，琴日嚟講咧，美國出嘅啲經濟數據咧，就唔算話太過強勁嘅。咁譬如好似係睇翻咧，之前一個星期咧，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咁啊比個市場預期多嘅。咁譬如好似係睇翻咧，就嗰個數值咧，就係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就達到係178,000個，咁啊比起個市場上高預期嘅1,659,000個咧係多啦。咁另外咧，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咁就達到係211,000，咁啊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嘅195,000嘅。咁啊理論上多人申請失業救濟咧，咁啊代表咧個整體勞工市場咧就並非好似之前咁樣咁狀旺啦。咁但係咧冇辦法令到嗰個市場咧係叫做冷靜落嚟，咁都係見到，譬如好似係早段嘅時間嚟講咧，美國嘅即係整體嗰個嘅即係叫做債券嘅息率咧，咁都有一個即係稍稍回落，咁但係咧隨住咧就即係之前啱啱講咗咧，就話有呢個美國嘅銀行而嘅即係喺市場上高進行咧一個嘅集資咧，咁都令到咧就即係美股嗰方面啊散咗落嚟。咁啊睇翻咧，其實琴日嘅數據咧，咁一度咧係令到咧就整個嘅呢個聯邦基金利率係去反映翻咧係加息嗰個嘅即係機會率咧就稍稍係下降咗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咧係即係叫做咧係令到咧個市場咧係恢復翻信心啊，咁因為都睇到嚟講咧就整個嘅即係叫做市況咧，即係一轉差嘅，咁啊，基本上就所有啲利淡嘅消息、利空消息一次過走曬出嚟嘅，咁啊，令到咧就即係整體嗰個嘅加息嘅預期咧，都仍然都係維持翻係一個即係相對高嘅水平。好似睇翻咧，琴日個市場對於咧嚟緊咧就即係加息啊，加到去咧5厘到5厘25嘅水平咧，機會率仍然達到咧係即係60% 以上，咁啊，亦都見翻咧，譬如話係即係只係加咧係25點子咧，去到咧5.75到5.5厘嘅水平咧，咁啊都仍然有成39.1%，咁都係即係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咁而且咧，亦都會睇翻咧，而家嚟講咧，就預計翻咧，即係嚟緊喺呢個嘅5月份咧。仍然即係繼續加息嗰個嘅機會咧，咁都仲係比較高嘅。譬如好似係加到去咧5.25到5.5厘咧，咁就仍然達到係54%。咁所以暫時睇唔到咧，就美國嗰邊嚟講咧係有個即係整體叫做咧係走勢轉翻好嘅一個情況。
咁啊，因為始終嚟講咧，整個加息嗰個嘅步伐咧係加快咗咧，咁啊令到咧美匯個走勢係進一步係轉強啦。啊，美匯強嘅話，個股市就一定唔好嘅。咁但係即係叫做整體走勢上咧，咁我哋又見翻譬如話美匯嗰個嘅形態咧，可能咧都仲係咧係屬於一個即係叫做咧繼續高位徘徊先嘅。咁啊係咪會即係進一步向上突破咧？咁就最重要睇翻咧。嚟緊喺呢個嘅聯儲局個嘅加息嘅議息會議啦，公布咗之後，究竟嗰個嘅會後聲明會係點啦？咁啊，所以如果睇翻咧美股佢哋自己本身嚟講咧，隨住即係加息嗰個嘅機會增大，再加埋咧就係有一啲嘅銀行股嚇，即係叫做集資啊，令到個銀行類嘅股份個走勢係轉弱咧。咁都成為即係投資者咧，係一個即係叫做比較睇淡翻短期股市嘅一個主要原因。咁譬如好似睇翻啦，道指嚟講咧，喺最近嘅回升咧，咁其實去到咧係呢個嘅布里加通道中軸咧，咁啊隨之係回翻落嚟。咁啊之前咧，我哋都睇翻咧，就話最重要其實咧，見到咧個 RSI 咧就即係能唔能夠即係進一步向上上移上去咧？令到嗰個嘅即係推升係可以係持續到咧，咁睇到咧就呢幾日嚟講嚇，尤其是就琴日又再多一支嘅大陰燭啦，今日跌翻落嚟，咁啊即係跌低咗咧係上次嘅32,500點嘅水平啦，咁亦都咧係見到係貼近嗰個布雷格通道底部嘅，咁好多時嚟講咧就話去到咁嘅水平嚟講咧，如果你個 RSI 唔係太差嘅話咧。可能講緊去到一啲，譬如話係30以上，咁已經係肯彈翻上嚟啦。咁都可以係即係睇到個布雷格通道個支持喺度。咁但係咧睇翻咧，琴日嚟講啊，跌穿咗30少少嘅。咁亦都咧係見到咧，就個布雷格通道垂直高度冇一個比較明顯，即係擴闊嘅跡象咧。咁可能都會咧係繼續跟住嗰個嘅，即係叫做廿天線向下行嗰陣時咧。而係拖咗成個嘅道指落嚟嘅，咁所以都暫時嚟講就寄望唔到嗰個嘅反彈會係比較出即係明顯，同埋亦都咧係睇翻咧今晚嚟講啊，美國都出嗰個嘅二月份嘅就數據，咁呢個數據嚟講市場都係預咗係比較偏強嘅，咁如果一旦出嚟嗰個數係遠遠強過個市場預期，咁好似一月嗰啲嘅數據咁咧，咁就真係會拖冧咗美股個。走勢噶啦，咁啊至於咧人民幣個匯價咧，咁啊對美元咧，咁啊近排係轉弱咗好多啦，咁啊曾經咧係去到咧係6.9971，咁啊非常之貼近七算，咁但係咧睇翻咧喺嗰個嘅走勢圖上咧，咁我哋見到咧就即係最後呢兩個嘅高位咧，咁就一頂高一頂，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如果你睇翻咧個 RSI 嚟講咧，就一頂低於一頂。同埋最重要嘅就係話第二個嚇尾段嗰度6.9971呢個水位咧，嗰個 RSI 係未上翻去70樓上嘅，咁顯示到咧就係話，如果以走勢嘅技術形態去睇咧，的的確確係出咗咧係一個嘅叫做紅背馳啊。咁如果紅背馳引用翻喺嗰個人民幣嗰個嘅走勢嚟睇咧。對於美匯嚇，即係嗰個轉弱咗呢一個形態咧，係有機會逆轉，咁可能咧都會成為咧就話支持翻咧喺個短期股市嚇內地個市嘅一個機會。咁當然啊，即係而家嚟講就最主要港股都仍然係跟外圍嘅，咁因為咧如果你睇翻咧過去一段時間咧，港股真係好有佢自己嘅個性嘅，真係。美股跌香港跟住跌美股升香港唔升啊，內地跌嘅話又跟住跌，咁而家似乎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咧冇辦法即係叫做即時咧係改善嘅情況嘅，咁啊唯有可能咧都要係睇翻咧就係話整個嘅外圍包括美股咧係能夠企穩咗咧，咁你個市場先至會有機會咧係再睇翻啲港股，因為咧都睇翻呢排嚟講咧，無論係講緊科技類股份啦。又甚至係話啲內房類股份咧，都似乎係冇咩特別嘅利好消息嘅，咁啊，即係始終嚟講都係太多嘅利淡消息咁樣周圍困擾住咧，令到個市咧欲試反彈，但係就無從嘅。嗱咁啊，至於咧，琴日嚟講咧，就收市嘅時間嚟講咧，就港股咧嗰個嘅資金流入咧又再停咗。
咁啊，本應咧就星期二、星期三兩日咧都分別有係22億啦，同36億嘅資金流入嘅。咁啊，琴日咧如果佢係繼續有錢流入咧，咁啊預示住咩咧？啲長錢係肯再真係入翻嚟。咁但係好可惜，真係琴日嚟講，即係去到收市嗰陣時一望，唉，真係跌咗125點啫喎，唔算多喎。但係都冇錢肯入嚟，咁就其實好明顯見到一樣嘢咧，啲投資者咧真係未咧係即係有個安心咧係重新即係部署港股嘅一個情況。咁一般我哋都即係睇翻咧，如果啲錢唔入嚟，唔係話即刻唔升或者係即刻會跌，但係問題佢一路都唔入嚟咧，即係個市咧。未真係去翻一個安穩嘅情況，令到佢哋係願意係即係叫做重新再部署。因為咧，我哋始終都係睇一樣嘢，港股喺而家又好，又甚至係話過去嗰幾年都好，基本上都係靠外邊嘅資金入嚟撐住市啊。本地根本就冇得分析嘅。你話喂，分析本地香港個嘅經濟狀況，基本上係冇得分析嘅。即係香港個經濟幾好幾差都好，咁你都係睇住外圍嗰啲資金入唔入嚟。咁而家嚟講咧，就喺開市嘅時間咧，咁啊，即係叫做冇乜錢入嚟啊，收市又冇乜錢入嚟，咁你根本上個市咧就好難好翻嘅。咁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喺冇資金入去香港個股市底下咧，你要去估個市要跌到去邊啲水平咧，根本係比較難嘅。亦都可以咁講，就係話，如果你用嗰個技術分析去睇翻嘅話，而家嗰個嘅市咧。基本上咧，就係處於一啲咧係叫做咧，未能夠再進一步上升，但係又未去到一個咧，即係話即係插到你係一定要走嘅水平。咁變相咧，即係好被動個市嚟講係反覆都好緊要。咁所以都係睇翻啦，即係暫時嚟講，只可以去睇住咧，就係話一日嗰啲錢嚟講都仲未肯咧係入翻嚟，有時嗰個嘅收市嘅競價時段咧。咁你都好難望到個市係有個比較即係中長線去睇翻好，因為始終嚟講咧，就收市嘅競價時段咧，好多時反映翻咧係一啲嘅長錢啊嚇，真係叫做揸住嚟去等你個市慢慢升嗰啲長錢咧，唔肯入翻嚟，咁啊即係之前嚟講就喺去到即係叫一月啊嗰段時間嚟講都好大量嘅錢咧入嚟咧，咁所以你嗰段時間嚟講個市係一路衝上去嘅，咁去到而家嚟講跌咗落嚟嗰啲錢都唔肯入嚟咧，咁啊真係冇計啦嚇，個市係會相對比較弱之外咧，咁亦都咧就係話而家見到嗰個嘅市場上高大部分嘅股份咧都係冇運行啊，咁啊呢個情況係冇辦法改變嘅短期裏邊。咁啊，至於咧就即係將嗰個嘅即係競價時段咧嘅資金咧拆散咗咧，更加睇到啦。譬如好似琴日咁樣咧，喺嗰個嘅藍線嘅尾段咧，咁啊見到係屈翻落嚟嘅。咁另外咧就即係綠線嗰度咧，即係反映嗰個開始嘅競價時段嗰部分咧，啊啲錢咧亦都係即係冇多過嘅。咁開市又冇多，收市又冇多，咁你個市真係未能夠係。企穩，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冇錢入嚟，但係啲錢唔走嘅話咧，個市況後市嚟講都暫時都仲可以係唔需要話真係悲觀到覺得個市會係即係跌翻去15,000+嗰啲位嘅，因為即係睇翻咧呢一轉個嘅指數同上一次出現嚇嗰個嘅即係譬如講緊係英鎊嗰個匯價急。跌啊，可能會引發啲爆煲嘅情況啦，即係講緊唔係一個地，即係股市或者係話唔係一個股份，而係一個即係叫做咧係大型嘅基金出現爆煲咧，嗰陣時嚟講就令到個市係跌得咁多，咁但係而家嚟講未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咁暫時都仲係咧即係叫做睇住先嘅啫。咁至於今朝早嚟講咧，咁就唔使問啦，即係個市跌咗落嚟啦，咁跌咗344點，咁基本個市就係弱噶啦。咁而且亦都見到嚟講咧，就早段時間已經走咗係13億嘅錢啦，喺嗰個恆指度。咁啊，國指亦都走咗10億啦，咁啊，科指係走咗8.5億啦。你見到咧，就三個指數咧嗰個嘅拋貨率咧都去到90%樓上嘅，咁啊，科指係100%添。咁所以都係即係繼續睇弱嚇，即係基本上冇得睇住嘅。咁啊，成個市仲係繼續咧係要做調整嘅。
嗱咁啊，睇翻咧今日嗰個嘅即市走勢咧，咁其實咧，如果你睇嗰個恆指嘅形態咧，今朝一支嘅裂口陰燭，咁啊，即係出現咗係喺一個嘅即係低位，咁亦都咧係見到嘅 RSI 穿埋30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唔老禮嘅信號嚟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咧，若果利用翻咧就我哋成個嘅升浪咧，計翻咧往比率嗰個嘅即係叫回調咧。1960呢個位係基本上即係 38.2% 要企住，如果佢企唔到甚至係話再試落去嘅話咧，基本就要即係跌下跌下，可能分分鐘要跌穿條100天線啊，去翻咧就另外一個嘅支持位，咁就50啦。咁呢個50嚟講咧，唔可以當作為一個好強嘅支持，咁因為從來嚟講咧，如果睇翻咧往比率嗰個回調咧。50是相對比較少的支持的，反而講咧就即係61.8% 咧嗰個支持會係比較強。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唔想見到呢一個咁嘅情況，因為跌到61.8%，即係預示住個市要跌到17,700。呢個係一個即係相對大嘅下跌幅度嚟嘅。咁啊，整體上如果以而家去睇翻咧，就個成交額又唔得啊，即係 RSI 又唔得。咁啊，亦都睇翻呢一陣嚟講，係一浪浪咁樣落嚟咧，咁仍然都仲係啊，即係比較偏弱咧。咁只可以即係話，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啊，盡量少做少錯咯。咁啊，至於咧睇翻咧就個小時圖咧，咁啊，亦都係一啲即係唔係太好嘅走勢嚟噶啦。因為咧，我哋都之前講話，喂嗰個嘅即係指數一頂高一頂喎，喺即係3月1日之後。咁但係咧喺個小時圖裏邊咧個 RSI 咧就反而係做唔到一頂高一頂嘅嚇，咁甚至喺呢個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升上去咧，見到係有一下咁樣穿咗70之後，即刻翻轉頭。咁而家嚟講咧，亦都係喺嗰個小時圖裏邊咧，嗰個嘅 RSI 亦都穿咗30咧，基本仲係繼續一浪一浪咁樣試咯。咁所以都睇翻咧，若果以恆指嗰個小時圖去睇咧。而家呢個嘅走勢咧，絕對仲係不妙嘅。咁啊，若果譬如我哋睇埋咧，係嗰個嘅保利加通道嘅走勢咧，咁啊更加咧，即係見到咧，嗰個嘅通道係擴闊緊。咁而個擴闊嗰個嘅幅度咧，咁如果睇翻咧，就比起之前喺即係3月初嗰段時間嚟講，係明顯多咗。咁但係咧，就 RSI 穿咗30。這個就是真的比較差的情況呢，不排除它都會繼續貼著那個通道底呢是繼續走的。咁至於呢，如果用日線圖去看的話呢，咁我們呢見到呢那個嘅即係叫做恆指呢，亦都呢喺一個即係叫做垂直高度呢，嗰個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呢，仲係一個比較窄的水平呢，佢一擴闊呢 RSI 又係穿咗30呢，佢會再繼續試落去嘅。除非咧，你話喂嚟到呢位講個市唔再跌啦，係彈翻轉頭添，而且嗱咁呢個嘅情況咧，就會令到咧個 RSI 咧係唔再試上次個低位，咁變咗咧呢度做到個底部反彈上嚟嘅話咧 ，RSI 就反而嚟講係一個咧係牛背馳，咁喺個牛背馳或者個底背馳出現底下咧，個市咧係先會有個好勁嘅反彈，咁但係而家嚟講就似乎未係咯。因為我哋睇到咧個保利加通道喺度擴闊緊啦，咁而且都貼住嗰個通道底啦，加埋個 RSI 已經係喺30樓下啦，咁變相咧就係有一個好大機會嚟講咧係擘闊個嗰個嘅垂直高度令到個底部更加低啦，咁變相個指數可以跌嘅幅度咧會多翻啲，咁最主要都係睇翻咧而家嚟講咧究竟個市肯唔肯生生性性咧，即係企住喺嗰個保利加通道嘅底部。樓上之外咧，咁亦都咧係睇下咧，可唔可以係叫做咧企穩到咧喺個即係叫做38.2% 嗰個嘅回調目標位19600樓上，咁啊要睇收市可唔可以企到啦，咁啊企翻上去啦，即係如果你話最好嘅情況就係、是、嗱，咁啊至於咧就今晚嚟講啊，美國就出咧重要數據啊，即係基本上就可以話即係成個市係打大佬就係今晚嘅啦睇。咁如果個即係叫做整體嗰個非農就業數據係
又高過市場預期嚇。而家嚟講個市場預期係200,000份，咁啊，如果你高過200,000份嘅話咧，咁又係弊家伙嘅，即係個市啊，又係要再做翻一個咧，係即係進一步回調嘅準備，因為加息今期。即係尤其是講3月份嗰個嘅加息咧，即係大家嚟講，即係基本上預咗會加半釐㗎啦。咁啊，究竟咧5月份係咪又要再加半釐咧？咁啊，呢個咧就可能真係要睇翻咧呢次出嘅即係非農新增職位係幾多啦。嗱咁啊，睇翻咧就整體個市場咧就繼續睇觀望住呢個美國嘅2月份嘅就數據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係即係睇翻咧整個嘅美國嘅銀行業咧，咁啊啱啱因為即係有銀行咧係喺個市場上高進行一個嘅集資咧，都令到咧就一眾嘅銀行股咧係受到影響，咁啊全線下跌。咁啊呢個嘅走勢會唔會即係擴展到其他嘅金融類股份咧？就真係要小心嘅。咁啊道指嚟講咧，個保利加通道嘅瑞士高度咧，咁就未有擴闊，咁但係因為嗰個保利加通道中軸咧係下行緊。咁令到咧就係道指嚟講仍然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嘅，咁呢個走勢嚟講咧，我諗短期咧都會咧係令到咧美股嗰方面咧，可能喺短線裏邊嗰個嘅下跌壓力咧仲係比較大。嗱咁啊睇翻咧美國咧3月同5月咧基本上加息個幅度咧而家預咗係會有半釐噶啦，咁啊科技類股份咧基本上就個走勢一定會差，咁呢個亦都要小心。咁啊，至於咧就恆指嚟講咧，今朝咧低開344點啦，咁啊同時咧亦都錄得一個比較即係叫做明確係明顯嘅資金流出10億流上，咁就反映翻投資者睇淡港股嘅。咁啊今日嚟講咧就即係開市咁樣就下試咗咧，舊年啊10月開始形成嗰個升浪嘅總升幅咧38.2%，咁呢個水位嚟講咧。是一個即係叫重要關卡，咁如果最終嚟講收市啊唔能夠咧係企穩呢個水位樓上咧，咁就亦都會令到大部分嘅投資者咧係會先行離場，咁而令到個市咧係進一步下跌嘅。咁而睇翻啊，其實咧星期一嚟講咧個指數上到係21,000呢個水平咧，觸及條50天線即時回調。咁如果喺個走勢上咧就話先跌穿50天線後做反彈做後抽，咁使唔翻穿50天線，咁就確認50天線失守。咁呢個嘅走勢咧，會令到咧就係進一步試低位嗰個嘅可能性會更加大嘅，因為始終而家嚟講咧，穿咗50天線之後咧，下一個嘅即係叫形態出現咗咧，就係講緊咧，就已經見到啦，就20天線都穿埋50天線。咁呢個嚟講咧，喺個技術上係真係一個比較即係叫要睇探嘅一個時間嚟嘅。咁啊，而家啲咁嘅水位嚟講咧，可能大家都要真係冇做嘢嘅就盡量唔好做嘢住咯。即係始終嚟講個市唔得嘅話咧，你夾硬要做嘢咧，都係一個即係叫做。無補於事的一 個情況來的。想好了，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希望個市好一點，也有大家來說，今晚記住看著美國出的就業數據，希望出來的數據不要真的是強過市場預期，如果不是的話，我們下個星期一回來，個市還要再跌得比較明顯。好了，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